给我？因为你夹三送二，对，真的，对对对，就是刚刚，哎，你看每人限夹三个，啊，就夹三送二，然后你看就有了三二，对，夹三送二。你确定出去之后不会有每个人夹到三个就跟他讲？开玩笑，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在这台而已，不要来这边说夹三送二哦。学一下，老板，老板。要出来了，要来了！这么小，哎，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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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叫声好听哦！对对对，这个叫声好好听哦！这个节奏很好。的车子只有这样子哎，为什么它都是一箱？你问姐姐，姜还是老了辣好吗？等你再长十岁，你就会知道了。还是哎，而且我们楼下的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谢谢。今天本来就是来散播欢乐、散播爱，这样的 OK 吧？对，逆来顺受啊。嫌我的事情不够多就对了，我现在连吃饭的时间都不行，我的人生第一次在娃娃机店吃饭，然后里面那么多客人，你赶快应付掉这一个，不然等下后面还有一个。哎，不要吃了，快点快，快空快空，叫什么名字？榴莲，没有问他几岁，他一定不是老妹，不用看皮肤就知道。那你知道哪一种是老妹？你这个是谁？哎，我先注意一下，他叫我的时候很好看，可能会害羞。哇哇哇！是真的吗？我是说真的，在泳池拍的，还是真的？真的，你看一下我的杯吧。真的，哇哦，真材实料，真材实料，哇哦，哇哦，请他喝个饮料。要像你长婆一样拿给他，这个是饮料，请你喝。来来，快点来，看得到都可以。可以吗？哇哦，除了我以外可以。哇哦，我也是今天来这边，这边才认识店长，你看就很像老熟人，就坐在这边。然后里面都是客人，很少一点。我那边很突兀哎，从下午三点待到现在晚上九点，我们这消费还可以啦，可以可以，非常可以。更惨的是，他被消费的很彻底。你有来过娃娃机店吗？有。有花了多少钱夹过？100。那你有觉得被骗吗？可是我还是有朋友夹得到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骗子。朋友夹得到，叫他过来 PK。没联络了。没联络。前男友。那就很明显的前男友，前男友对。前面这个是，对，你懂这个吗？你听得懂什么叫直上直下吗？就是正，不用甩。对对对对，直上直下。我再拖过来。很重吗？很重啊，这算在娃娃机里面算重，算大货啊。啊，这样一直拖，很烫。这个正版的，少说也要破千吧。啊，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。这场行情大概多少钱？正版的话应该也要个2000-3000。好，那我等于是在这几百块内有夹到都算赚到。我现在在拉枪位，拉枪位就是靠近洞口的地方。像这个就是枪位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会想要把它旁边的东西先移到过来，移过来，丢紧一点。对对对对，稍微挡住，稍微挡一下。出来。这样跳有点痛。对，这个我想要辣的。好，好，继续。哎，加油！我也要加油！去台中找他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找他做什么？就是你找他，你可以在台中很久。不要乱讲话了。有动影啊！过马路都这样子。整天乱讲话。好说。没有。哎，这。我也想吃哎，阿伟。出来。哇，那一楼下来掉了。夹一楼的，让他去打，他会掉下来。哎，破了，碎，这个破的好，给他勾起来。对，这个叫声好听哦。对，这个叫声好听哦，这个节奏很好。好，你赶快框子一下，听得懂台语吗？那你好什么好？好什么？说，我听到什么？然后这个也差不多要出了，抛到他捏起来就已经会甩出来，然后掉里面其中一包下来。通常掉一样它的零件，我就算了，算了，假的。那你把它捏破一点啊！我想一门试试看。有了吧？哇！有零件，配件出了，配件出了，有录到哦，有录到哦，配件出了，算吧，算吧，算吧，店长算吧，算。好。这破了，几率多低啊！想不到吧？是血血哦。还有那个有泡面，也要有蛋。
要不要剪剪剪，有货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？他应该夹出来了。我马上去看每个柜子，然后里面有没有。有时候确实会剪到。来，试试看。他手爪。你帮我。没事。我下去就下去就好。对，下去就好。可以吗？应该吧。好，出来。他换来。气死我了。好。耶、yeah! ！好，收工。还要什么？我还想要一个。好，还想要一个，好啊。这个要出了，好棒你啊！又一只，又一只，这个要出了，这是这样这样。快乐吗？快乐吗？快乐哎，出五个哎！因为突然觉得讲话其实很简单，对啊，因为你以前跟错人讲话，没联络了，前男友。橄榄木酒，第三排的那个会出。你说不辣的吗？这个。哎。哈捏宝就出了，你现在想那么多。有时候就输在想那么多。每次都这样。哎嘿，就要捏太少。好的。下面等你就好了。谢谢。反正这个画面，你等着。这个画面，你等着。要出来了，要来了。哎，要来，快一点点，快一点点，快了，有了，我快了呀！哎呀，你们搞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这一车才一半呢？还没使用特殊技能，还没使用特殊技能什么？地下室，地下室什么意思？不好说，你要自己找答案，神秘会自己找出路，对，老板。领悟的蛮快的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臭臭的表情跟那个黄色哦，我喜欢什么颜色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什么样的颜色我都喜欢。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听懂了。什么意思？没事。都一样。他蓝晶晶就是他的兵。在右边。蓝色再压一下。在右边点。这样。好，压压看。其实你现在差一个紫色，一个绿色就取掉。他感受到娃娃机的快乐了，还有紫色跟绿色，他不想走。绿色，好绿色，那就差紫色了。好，那也都要。我全都要。你再接给我。因为你夹三送二，对。真的。对。就是刚刚，你看每人限夹三个，啊，就夹三送二，然后你看就有三二，对，夹三送二。你确定出去之后不会有每个人夹到三个就跟他讲？开玩笑，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在这台了。你不要来这边说夹三送二哦。学一下，老板。这个。今天还在广告打 call 你啊，谁在后面？他一直往里面逼歪，好奇怪。有了吧？他一直往里面逼歪。老板。出来啊！有了有了。耶。这个需要花一点钱，因为这个难度五颗星。那是有老板。对，但是。拉起来，它就会抽起来，然后后面就会打住它，不让它回去。这样就拉起来，然后它就回不去了。这样，老板会哭吗？老板要哭了。不会的，没关系。有了。什么感想？有点爱上娃娃机姐，那要跟对的人来，下次还可以再来吗，老板？还可以再来，全部哇！没有，全部一起。他当然会跟你说可以啊。对啊，结束了。你的车子只有这样子哎。为什么他都是一箱？你为什么这样？就是你的能力的问题。特别姜还是老了辣好吗？你怎么变老姜了？不是，你要问说，他明明机台里面就没有一箱一箱的可以夹，他们为什么可以夹到一箱？学姐，为什么？就是在等你再长十岁，你就会知道。还是学姐。就是能力有多少就看你了，接下来。我想要洋芋片。还有什么？我想要那个。啊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只要是颜色我都喜欢。很开心呢。现在的你还会踏进娃娃机吗？会，但我会找你们了。这些是你的战利品。两车。好吧，那就收一收喽。
从此小镇又再次恢复了和平。香，哎，拉一下啊，哎，往上跑啊，哎，你干嘛跟着我走了，智障哦。哎，对，拜拜。